从来没有想过会拥有一台劳斯莱斯，从来没有想过会带领千万的人，从来没有想过会站在这世界的舞台。到底这家公司给了我们每个人怎样子的条件，让这么多人可以在这样子的平台成功？当我们没有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去迈进。成功它必须跨越很多的障碍，才能往这个成功的路上去迈进。昨天只不过是一场梦境，明天只不过是梦想。要是你能为今天好好的活，昨天将会是快乐的梦境，明天将会是一线希望的曙光。一个企业里面，它需要很多的原则，去坚持某一些原则，去创造某一些文化，让人往更好的方向前进。牢牢记住，只允许自己本身犯错一次，那么加以改善，肯定的，你将能够达到你的目标。